黑色箱型车被远警拦下盘查，车上两名女子看起来神情紧张，疑似有吸毒的情形，但身穿无袖上衣的罗姓女子不断否认。 嘴巴说没有，但远警还是在车上搜出一个蓝色包包，但女子矢口否认，辩称这包包是朋友寄放的。这你的包包是？这不是我的包包、啊。谁的包包？你看下来。这是我朋友的包包。你朋友的包包为什么在你这边放多久了？不是他啦，不是他啦。警方在包包里找出两支注射针筒跟一包海洛因，罪证确凿，远警便将女子铐上手铐。 另一头身穿格纹上衣的郑姓女子也否认有吸毒，还自行从裤子口袋取出物品给远警检查，没想到藏着的安非他命却也因此露了馅。这两个人呢，虽然一再的掩饰呢，却双双的露馅，同时啊，这个持有毒品啊，却证据啊确凿，所以呢，我们全案啊依法就送办。 两人身上都搜出毒品，想赖也赖不掉。远警最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两人移送法办。记者陈芷芳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